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天哪！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3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同志们，辛苦了！好，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今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47-7832-6792-2237-4488。
三四五六，五六七八，六五二一。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循机刺杀。大哥，叫我。啥意思啊？还要人吗？你叫啥？以前干过啥？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就你这身子，有劲儿。卖多少钱？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三天，一个大洋。行。走呗！哎，大哥，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东子，哎，三哥，这帮小子没偷懒吧？没有，都勤快着呢。哎，三哥，这是呀？大国。新来的弟兄，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你以为呢？就这个，多少工钱？一天一块大洋。呸！一共一个大洋。哟，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就这，我还嫌贵呢。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是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哎，干活，兄弟，好好干。哎。
你的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也不见得。 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于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那您的意思？ 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是。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请首长放心。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拎着点啊。好。哎，要什么肉？你们请。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是，宋长。啊，国义兄，请。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我自己干。你自己？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大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可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一时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国义兄，请讲。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宋老板，你要的下水给你卤好了。一共五块钱，你收。谢谢。不用客气，那我走了。慢走。届时，随《贵阳时报》记者杜峰进城。
队长，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签到名单我看一下。这儿。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社里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明白。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那我就谢谢你兄弟。吴胖子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然无恙？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好，你说什么事儿？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早报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是。杜先生，杜先生。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队长，你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明白。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那可不好。谢谢。首长，出什么事了？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现在的情况呢？文渊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那您的意思是，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放心吧，没事儿。好，我马上通知。干嘛的？你谁啊？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啊，马上就好了。造成参会人员的恐慌，我明白。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我尽力。
赵静同志，又怎么了？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是我们一致的意见。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是，请首长放心。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一切照常。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调音师在楼上呢。带我上去。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睡觉去了。别出声。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是。赵静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首长，请。文渊呢？不知道。Thank you.
还不错呀，还行吧。 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为什么？那要问你们。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敢死！聂海清，追！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同室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有具体方案吗？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有道理。赵俊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明白。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什么意思？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你是说敌台追踪？没错。哎，爹，中午想吃什么？你做啥爹就吃啥呗。行，中午我烫壶酒陪您喝一口。哎呦，好。那边好像有个人。爹，他还活着呢！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好。你帮我拿枪。好。慢走啊。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好嘞。哟，这不是贵阳时报的赵大编辑吗？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好嘞。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你还没听说呢？听说什么？杜峰这人啊，死了。死了？啊。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死
就怎么样，娟子？没事吧，娟子？没事，天。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万一他是个好人呢？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苏先生，苏先生，给你送肉来了。苏先生，怎么了，爹？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啊，顺便换点粮食回来。行，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知道了，爹，放心吧。啊，哎，孙子，嗯，过来。又怎么了？把这个带到身上。干嘛呀？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哎，好好盯着点，一会儿就回来啊。知道了，自己路上小心啊。哎。新鲜的猪肉来，小小看一看，来看一看便宜的。猪肉，猪肉。老板，来块肉。啊，你看这个行吗？啊，行行行，这个。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哦，好像是说什么一个通缉犯。啊。来，姑娘来看一看。哎，三斤高高的。
来，盛好。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些我要了。你盯着点啊，我过去看看。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三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好。啊。老板，怎么了？今天早点收摊。哎，如发现此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啊，你醒了，来。走。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好，听你的。嗯，那我去采药了。行，去吧。你自己小心啊。你也小心点儿。嗯。是啊，
陈子，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到底是谁？我姓宋，叫宋国义。我问你是什么人？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你放屁！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好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那你想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非要这么做，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不当！不后悔吗？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出现了，快开车！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就在这一带了。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是。前排信号越来越强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
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是。就咱俩，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我不信。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信。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老板，开下门，马上进肉。老板。买点肉，老板。Thank you.